想一想啊，谢谢多伦的毫毛。踩住！哦哦哦！闪现踩住，点燃扎！老头全都是将死之人。谢谢，我一直没笑。谢谢猴哥，你就是我爸爸。毅然前行，并不等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那女警干啥呢？平 A， 平 A 踩住 ，BGM 起。三秒钟。哎呦，哎呦我操，致命节奏进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踩住哦哦哦，平 A， 哎人儿啊，别 A 兵了。踩住哦哦哦，接扎接平 A， 你给我加血干啥呀？我扎啊！你是在我扛塔的时候你就杀老头呗？哎，这女警整的我们那，哎呀，我心肌梗塞了都。昨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昨天我学习了一下为什么会心肌梗塞。因为血管有个东西爆炸了，凸起了，心脏。呼吸。你看这。品尝空气。还有一分钟开奖了啊！的荣幸，这是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为你活着。我把这老头给扎死了，我直接把这老头给他扎死，或者我直接自己把这 ADC 给杀了。踩住！哦哦哦！接扎。接平 A， 接平 A， 这 ADC 要杀我，点燃接扎，ADC 买了个皮鞋。谢谢奔跑的小短腿。谢谢奔跑的小短腿。嗯啊，还有16秒开奖啊！谢谢肥色，谢谢用户7204，谢谢树羊人的办卡，谢谢南宁汉的猴。青山不一定真的难以逾越，也许不一定真的是。我到了，我绕一圈啊，他俩啥技能也没有。BGM， 平 A 踩住，哦哦哦，接扎，接平 A， 哎，接扎，哎，气死我了！这 BGM 开不出来，气死我了。
我气死了，气坏了。这瑞斯安的放，给我干他来！踩中哦，接杀接平雷，回血。里边炸弹应该炸了，可以。谢谢苏阳人的这红包，我先走了啊，你自己玩吧。这座山奔跑，直到石柱再也追不上我。女警跟我好像有点无敌了，已经。狂风啊，狂风有什么用？狂浪是移动态度，狂浪假装往左边走，其实不严，我们要过来啊，打个针眼，钻到草丛之中。 BGM 给我起，我来踩住哦，点燃接杀接平雷，老头抓一下，谢谢 UJY。 怎么的呀，闪现踩住哦，接扎接平 A， 我扎平 A， 给我杀 A 接扎，踩住 A， 眨眼平 A。 谢谢猴哥你看我长吗，谢谢猴哥你看我长吗。这点什么信号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这可溜不了啊，实在是没蓝了啊，兄弟。我去把这螳螂给杀了去，等一会儿啊。假装往下走，其实不严，我们往上走。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一个小小的老头也想杀我，可笑。踩住哦哦哦，平 A， 平 A 接杀，杀 ADC 来。扎歪了。你天天唱歌吗？没唱歌呀。那你怎么知道人跟你唱歌？没唱啊。1750。每天的凌云都是诸神的王。差点钱啊。因为那时的凡来个西地孩吧。去上路帮这小子赶客一波，哎呀真废呀、啊、嗯，咻等踩住哦哦，接扎接平哎，扎真菜呀，这螳螂干哈来了？螳螂。一看这螳螂就有眼儿吧。
哎，没有眼儿。你杀铁男确定吗？踩住 O O 点燃接杀接平 A。BGM 停，我发现了，我得把这个斗鱼的这个东西给它关了。我们用网页的可以啊。我到了，不用害怕，绕一圈啊。没有眼儿吧？吓跑了。没事，这个 BGM 响的时候就是他们死的时候，看他们守不守塔。塔不守。没有人了，管了吧。翻过一座山。他老头还没溜，赶紧把老头杀了。咻！踩住 OO 接杀接平 A， 标枪棍。这还挺长的，还好吧？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们。二 I S E， 二 I S E， 就是 R I 啊。我来帮你放吧。上路没了，我一寻思这剑姬指定就不咋地。问，哎呀，三楼兄弟能辅助吧？不会，可豪横，不会。先插个针眼，看看这螳螂上哪去了。踩住 ！OO 接炸接平 A， 突突突突突，炸接点燃。所以攀登是我们。踩住 ！OO 接炸，突突突。快跑！打不过，快走，快走！这铁男是爹。哎呦，胸口疼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间疼了一下。是被我气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这铁男跟我上马差不多了，怎么？谢谢 Mr. Ray 的半卡。飞一波，咻！杀老头，踩住 OO 接杀接平 A， 小龙，老头也不值钱呢。踩住 OO 接杀，螳螂扎，给我追，扎！吸血鬼今天得把他扎死。上路追的，
今天能让他跑了。怎么的呢？这是全部都能绑，我看你怎么跑。蓝帽，我可拿个蓝 buff， 嗯，战争之道。这铁男应该是要往下走了吧？要我说，你俩先撤一手吧。先来个收集者。谢谢99999小鸟虚一人的飞镖。这晚豪也不行啊，我一看这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大概率应该是够呛了，因为他们家这俩人都太狠了，一个叫吸血鬼，一个叫铁男，这俩都不是人，这都这俩英雄等咻踩住欧接扎接平 A， 突突突突突突，这老头可挺膈应人呢，然后还有个老头，关键他们家这把估计够呛了。我们家这都是弟弟，除了这女警吧，女警这个英雄呢也是弟弟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术，至少我保不住他。哇操！踩住，不抢了，给了。哎，再不给女警人头不行了，这女警必须得无敌的一把，女警必须得25分钟就能让她六神装的一把，知道吗？踩住哦哦哦，接扎接平 A， 接扎接平 A， 接扎，给我挡一下子。谢谢，插个眼儿来。看看对面的 ADG 还带不带？据我多年经验推断，这波我要是飞老头，我应该会死得很惨，所以我还是不飞他了。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别飞吧。不墨迹了，好吧。踩住哦，接扎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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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扎一下平 A， 得了，得了，这也没办法，你给我放夹。谁？反客为主是人性拿捏。这些反客为主是人性拿捏的办卡。你把左边枪毙了，行不行？你点他来，你只能点他。这女警，哎，你就点呗，就右键站撸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那吸血鬼又没技能，非得放个 R， 也不知道放哪儿干什么玩意儿的。意味着又一次坠落。
说起飞，哎，没有大吗？这满豪啊，没有大，大招卡 bug 了。这些神的力量，只不过是我们的倒影。闪现踩住，哦，接杀，接杀，快爬，漂亮，踩住，接杀，扎，扎，哎呦我螳螂。标枪跟我跑，踩住 A， 接着铁男没完事呢，踩住 A， 接着完事了吗？完事了，再给我来一场震古成名的回响。谢谢猴哥，你就是我爸爸的一张办卡，一张宠爱卡。来个暗影扩建吧，这把这把我们需要视野好一点。谢谢猴哥，你是我儿子吧的一张宠爱卡。你俩打一架吧。先杀老头，兜啾，抓，不知道对面的进去哪里，踩住 AA 接杀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咱先杀的西剑鬼，踩住 A 接扎，接平雷，接扎击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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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给我打一下，踩住，哎呦，我操，这铁男是真火。谢谢花女主一和猴哥，你就是我爸爸的宠爱卡。谢谢蓝莲汉的前妻啊。这个铁男这么猛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家好像是少点破甲，不行来把黑切吧，来把黑切吧，嗯，搞个黑切，可算这女警的技能给你甩的啊！你给我往哪走？兜咻！踩住哦！点燃接扎接平的接扎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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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把确实是应该需要一个黑切，来，可以打。你这把是辅助吗？啊。你不是十九个的呀？啊。没办法，不辅助，辅助不杀十九个也赢不了啊。别着急啊，三二一，查眼。可以杀了老头啊！我操！
兄弟们救我，撒铁男。女警跑哪去了？女警这铁男属实是谁也治不了啊，太幼了，等我们黑切才能行。他要打大龙了啊，他一个人要打大龙啊。哎，他一个人凭什么打大龙呢？我有飞，飞了先杀 AD 啊！兜咻，踩住哦，接扎接平 A， 突突突突突突突 ，A 接扎，哎呀，没抢得下来。我就说够呛嘛，那铁男跟吸血鬼这俩英雄，俺们家婉豪没有什么用，努努没有什么用，女警没有什么用，剑姬没有什么，没有用的，没有有用的，先拿个小龙吧。谢谢猴哥，你就是我爸爸的一个大飞仙。谢谢猴哥，你就是我爸爸的飞仙。婉豪，加油，婉豪！这条小龙可以尝试抢一下，其实。我的，有惩戒，算了吧，别去了，去了也打不过，拉倒吧。这老头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小蛋人们哭喊的所有的力量其实早已存在于他的内心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帮人把工资装卖了，我也打不过这铁男呢，十七级关键，出个繁星的提醒吧，得破甲多一点。你还把他抱出去，我一个扎能不能把这螳螂给他扎死？我先扎你们俩一下子。我就不喜欢玩的潘森这英雄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比较喜欢玩的蜘蛛，那蜘蛛被办了。潘森吧，属于物理伤害，然后吧，杀人他得往前走，他得进人群。你整的那队友不太行吧？我们比较难带，我一死他妈就都弟弟，就完事全死。我也不知道这老头瞅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哟，这吸血鬼的虚区，这吸血鬼的虚区，开大偷家没用，我碰攻速太慢了，你知道吧？
不行，还是得钢铁合计。带线除了铁男奶谁也不怕。谢谢乌七七。我辅助带线没用，我这英雄带不了线，我带线蓝都不够用。哎呦，我应该够呛了，五百血，哇！他们家那吸血鬼都处理不了。木印换星石，这把就我除非二十个装备，这把能打，能赢。你让我个辅助换装备有什么用啊？没用。打到中期我就知道这把应该是必输。没有一个有用的东西，就一个剑筋有用。我们家还崩了剑筋，剑筋还没那铁男厉害，还是个菜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